我伫2005年、2006年迄个时阵，迄阵我做这个，这个图哈，主要是放伫雅虎的部落格做背景啊。你看我头前写这段英文的 ，Taiwan's national defense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U.S. the U.S.A. 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台湾的国防就是美国的责任啊。拍摄我有当时啊，台语国语连做一伙吼，因为细汉较早咧读册的时阵，学校拢甲我规定讲袂使讲台语，所以我即下讲讲，有当时都拢会走出迄个中文出来，真实咧吼，大家爱包容这个吼。好，啊，再来第二章 ，Taiwan is not is part is not part of China， 就是讲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好，再来想问一下说 ，U.S. Seventh Fleet。就是所谓的美国第七舰队，现在照片哈、哦，就是美国第七舰队在太平洋演习的时阵，现在资料的来源拢是可靠的，因为现在照片我拢过 U.S. Navy 网站下载了 ，U.S. Navy 就是美国海军网站哈、哦，我嘛无客气嘛，拢甲美国海军网站呢，因为网管有在通咩啊，我嘛拢甲讲。我把你们的照片吼、哦，弄大底外网站，我嘛把咱 TCG 的官网的迄个 link 迄个网址，嘛拢叫我看讲，你可以来看看。我讲我这做的目的呢，就是要甲台湾人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台湾伫美国的军事政府占领下，66年来呢，拢是伫美国的保护之下，啊、哦，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嘛袂当讲伤久哈，我尽量较重点的讲就好哈。好，再来看第二张哈。第二张，这张你看，这个是美国第七舰队在演习的时阵过空中翕的相片。你甲看只大只、细只、算算的拢总几只，差不多25只至26只。上头前一只呢？这个就是潜水艇，中这只较大只，这只就是航空母舰。啊、哦，好，我即摆先插播一下，甲大家讲一个消息，就是这两天前呢，美国即摆有一只航空母舰叫斯坦尼斯号，伊是尼米兹号级的，啊、哦，已经进入西太平洋执行巡逻的任务，为期呢时间呢？7个月时间，就是表示讲，这只航空母舰呢，伊会伫这个西太平洋来来回回的巡防，有7个月长，超过半年啊！哈、哦。除了这个斯坦尼斯号以外呢 ，George Washington， 大家嘛知影，就是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伊长期拢是驻伫日本的尤克苏卡，就是横须贺。这就是美军伫日本的空军基，迄个海军基地啊、哦。我今日一个目录要甲大家讲的，就是分成6点。第一点就是二次战后的台湾，再来就是美国的迄个美国和日本的协防条约。第三点就是全球之音无人飞机，甲 B2。伫关岛的代志，啊个空中雷射武器，这属于美国最尖端啊，像科技化的武器。我相信这各位可能伫咱台湾伫这个国民党啊、流氓政府的媒体内，可能看袂到啦哈。好，再来看第四点，美军伫西太平洋的部署啊，我等下会用地图。然后大家看讲美军伫倒位咧活动哈，再来 F-35， 这是林志森秘书长，伊伫演讲，我大家拢在看，伊拢时常提起这架飞机，这是从这算是尖端高科技的飞机哈。第六点呢，就是要讲 Facebook 的社群 ，Facebook 就是所谓的脸书哈。我请教大家，您伫 Facebook 讲账号，是不是当也手一个，我了解一下。哦，安尼嘛算袂少啊，真好。
我是希望讲大家呢，你既然伫 Facebook 呢有账号呢，您会当来加入我的社群。我到时我来介绍讲我的社群有哪些名称，到时候呢，您去搜寻，您就会知影讲我伫倒，我咧负责管理这三个社群。好，来，我今仔要甲大家介绍的，就是二次战后的台湾 CCK， 大家拢应该知影吧？知影无？唔知哦。好 ，CCK 就是清泉岗的英文的缩写，哈、哦。清泉岗伫台中嘛，那到底台中的人拢应该知，哈、哦。哦，很好，真好，好。好，过来。这张相片，内底这个人是什么人？就是我。因为我人细汉吼，你甲看，因为这机仔哈大机，我两只手摊开呢，就甲我规个人拢盖起来啊吼。啊，我是安怎会当入去？但是因为呢？有某某原因呢，我袂当大家大家讲甲真详细，吼、哦，所以讲希望大家当谅解。我为着要入去 CCK 参观呢，甲对方呢联络差不多要两个半月，吼、哦，而且这个对方呢，我有甲讲，我去参观了，我会写一份报告，我会当家己的名写出来无？伊讲买，伊叫我写 another third party。中文的中文的意思就是说第三势力、哦、但是这个人呢不是咱台湾人，阿妈不是中国人，好，大家要认识什么人、哦、我慢慢讲出来、哦、好，我真欢喜，就是讲我迄天呢，这嘛无偌久尔，这是今年的3月15，哈、哦，3月15迄天我甲伊联络了，我伫甲伊伫。台中的 High Speed Rail 就是高铁哈，要好底下见一面的哈。啊，伊塞车来给我载哈。啊，迄阵我无带，无够带什么人？我干那带咱的摄影小组，带本来翕相的 Marty， 伊英文叫 Marty， 伊人可能今日无来款哈，伊帮我翕的哈。除了这个军事占领的以外呢？还有一个美国的军事政府的机啊，哈、哦，这机大家都知影，恁的办公室这嘛有搭嘛有仓哈，啊、哦，我个人较细汉，你看规个人拢扛起来啊，你看这个面顶，大家嘛拢知影哈、哦，这个名称是什么？这个建筑物呢？哎，谢谢。这个建筑物呢，伫迄当时呢，是美军伫清泉岗的一个教会的建筑物，因为呢，后来变成了史料馆，内底就是拢展览当迄当初美军伫清泉岗的各种的用品啊，还是飞行因个军机啊，哈，设备拢留伫遐，要予大家参观。但是目前呢，伊无对外公开。我真欢喜，就是讲我是台湾人第一个入去的哈。好，再来，这个内部呢，就是迄个清江内底迄个史料馆的一部分。迄、那个 Martin 呢，我叫伊翕起来，哈，大家看得到。迄当初的清江港的迄个大坪，伊拢叫做大坪哈，所停的飞机呢，大家拢应该看得到。安尼看会清楚无 ？The B-52 哈 ，bomber 就是52轰炸机。目前呢，美国的空军呢，伊嘛是各有在用 B-52 轰炸机。你看遐白遐姐姐，你就知影讲迄个阵容偌大哈，轰炸机哦哈。好，再来看第二张，这就是B-52轰炸机较近单独的画面哈。这嘛是伫迄个史料馆内底墙壁哈，要搁看一届无？好，来，
这嘛是伫清泉岗内底史料馆的墙壁翕的。我甲伊聊来了，我有注明讲，这就是二次战后美军进驻台中哈清泉岗的空军基地的各项的机型，就是讲有遐尼侪种的回舰机就对。但是这我相信大家可能拢毋捌看过啊。这个流亡政府的新闻，媒体里面嘛袂予咱知影。好，再来看下一张，这嘛是拢伫迄个史料馆内底墙壁上，我甲伊一张一张甲伊算搁甲顶重新制作过了着，哈、哦。好，你看，除了头拄啊咱看到的 B-52 轰炸机，我甲伊写较清楚伫遮。再来，这就是加油机，你甲想看卖咧？迄几当前美国都已经有加油机啊呢？加油机就是伫空中加油，伊这个飞机若爱用油的时阵，唔免落来地面，伊会当空中直接透过这个加油机伫空中加油。加完油的话，伊就再继续去执行伊的任务啊。因为迄个时阵呢，美国佫有得个伫越南伫战争，所以呢，因咱台湾啊变成讲美军甲越南嘛拢有这边有真密切的关系的，对吧？我去参观了后呢，我有写一篇文章哈，我打伫 TCG， 就是台湾民政府的网站哈，大家有兴趣要看，当去看。啊，而且我嘛做成 video， 就是影片放伫 YouTube 哈，拢会当去看。来，这边呢，啊，这嘛是啊。啊，再来，这个机型，这已经是算讲足久啊，即马应该是嘛无咧用啊啦，吼。好，来，这嘛是搁另外无同款的战机哈，这机型，哈，这嘛是拢二次战后伫清泉岗内底搁美军的战机，这可能大家拢过去拢唔捌看过啦，吼。那你就看这，你就会知影讲。美军的空军伫台中清泉岗的阵容有偌大、哦、所以你讲，迄当初蒋介石呢，伊来台湾拢讲，哦，伊咧伫保护咱台湾的乡的人，大家拢听讲拢安尼，不是真的咧，大家拢想讲，哎、欸，真正台湾拢是靠蒋介石、靠流亡政府、靠国民党咧保护，首先呢，属实是美国。你看，我等一下会搁通一个。logo 大家看，恁就更加了解啊哈。啊，这头拄我你有看到，头拄较细张，即摆即张是较大张。这就是加油机，这头拄我是较细张，这张嘛较大张，算讲安尼大家看了较会详细哈。好，来，即摆大家看了这张。这张的画面呢，就是伫这个史料馆正门入的倒手柄的墙壁，哈、哦。Another Third Party 又甲我讲，伊讲今年的11月份，这个史料馆的对外公开，大家就会当去看。我希望是真正迄天会当开放，大家若要去看，就会当去看，哈、哦。好，今天我要大家了解上要紧的就是讲这个 logo。这个 logo 就是美国的空军的 logo， 这个 logo 呢，就是美国的陆战美军的陆战队 logo。这较远可能大家看袂到真清楚，我等一下佫予大家看较放大一张的，安尼清楚无？安尼讲较清楚。好，这有写 Department of the U.S. Navy。属于美国，那个美国的海军的部队的内底 ，Marine Corps 哈、啊，美军陆战队。啊，这边这里就是 Department of U.S. Air Force， 就是美国空军的意思。你敢想，迄当时的台湾呢，都有美国的空军甲陆战队进驻啊，可见讲，这个整个台湾呢，是被人咧保护，美国这就真明显啊。但是流亡政府伊拢唔敢讲，伊拢讲做军事合作，军事合作是讲较好听就对啦。伊连一只飞机都无法度好做出来，连一只船都无法度好做出来，这拢完全是靠美国。所以讲吼，真真正正六十六年来咧保护咱台湾的呢，都、就是美国。好，
啊，当然这下骹这这就是算讲伊个连队的迄个 logo 吼、哦。好，再来我要讲的就是美日啊，美国甲日本的协防共同协防条约。这个中间我嘛又讲到这个伊个军事演习的画面，就是 King Sword 2010。英文就是 King Sword 2010，中文的翻译就是讲2010年美国跟日本的利剑联合军事演习啊。啊，再来，支那国岛，哎，与那国岛，对不起，我讲的与那国岛哈、啊。再来就是琉球群岛跟 F-22 还有 MV-22。啊，诶，我讲一寡说明，但是我是重点讲了，我无。不是讲真侪，因为我今日时间也无够了哈。好，再来，你看这张照片呢，这就是伫迄个2010年，哈、哦，我伫还是伫 US Navy 的网站下载来。这就是日本的一个将领哈、哦，这个哈，伊、哦、这个、啊、对方这个呢，就是美国第七舰队的司令。伊这个日本的将领呢，就是递送这个。感谢状吼、哦，美国的第七舰队的司令，佮伊表示感谢，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美国的第七舰队安怎协助日本的自卫队，哈、哦，这个时阵，去年2010年的时阵，拄啊好是这个美日共同协防条约签署以后的50周年的纪念，你看因这个，又看到日本的军旗伫遮，哈、哦。啊，因为这个日本的军舰上面的士兵，你看，一摆出来的就是啥？50，这就是在纪念那个50周年的那个代表的意思，对不对？哈、哦，好，来看下一张。好，我今麦的解释就是讲，美日共同协防条约是美国跟日本签的，但是因保护的内容呢，跟那个范围呢？除了日本本国以外呢，咱台湾嘛是包括伫内底。为什么原因？啊，除了台湾，当然配偶嘛是有啦，哈。好，是什么原因呢？我直接写个真清楚。因为台湾呢，佫是伫美国军事政府的占领之中，啊，而且呢，这个美国军事政府还袂把这个主权呢交予咱台湾民政府。这是还有一段一段的手续，所以在还没完成的时候呢，美国有义务也有责任要保护咱台湾的安全。再来，啊，那日本跟咱台湾的关系呢？哦，就是因为1945年4月7日的时候，日本天皇昭和天皇呢，伊就有发诏书哈，在咱台湾实施迄个明治的迄个宪法。迄阵开始呢，依照国际法，咱台湾本土的台湾人呢，就已经变成日本的人民啦。而且这个台湾配偶嘛，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呢，这个以后呢，为什么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在签的时候呢？这个签的进程，这个美国的 Doors 啊，因为国务卿。嘛去日本找日本的首相吉田茂去参详，吉田茂有甲伊讲，台湾已经唔是殖民地啊，伊已经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依据国际战争法呢，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管是不是战败啊啦，嘛袂让切割出去的对。所以呢，伫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呢，日本无指定讲要甲台湾交予虾米人，特别表示讲这个时阵呢。旧金山和平条约已经埋下了一个伏笔，就是让咱台湾人有一条路好行，哈、哦，就是像即摆林志森秘书长伊讲的，咱将来要走上自治的路上，哈、哦，路程。啊，即摆大家讲，去看，即个画面呢，哈、哦，拢是实实在在的 King Sword 2010的军事演习的画面，哈、哦，你看这只。伊正好出现美国的国旗，哈、哦，啊，就来个看面顶，这另外就出现日本的军旗，啊，这边这美国的国旗，啊，这就是
这个抗战队的因的队形啊，啊，当然这就是在演习的时阵的照片。这我拢是去美国的迄个 US Navy 的网站下载的哈。啊，这张，这张就是放大了哈，到头拄我大家看到，这张大家搁较看较清楚。啊，日本的军旗，这就是美国的军，美国的国旗哈。啊，再来。大家就当看到这张地图真清楚，看个真清楚。我只有写 King Sword 2010，中文的意思就是利剑，美日联合军演。这个是安怎美国跟日本的做这个联合军事演习？我相信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是伫去年的去年的年初迄阵啊，中国嘛讲钓鱼台是因下，啊，中华民国马英九流亡。分子，我拢叫伊流氓分子啦哈，我拢真无客气哈。在写文章的时候，我就叫马英九流亡难民分子，我拢后壁搁加加起哩哈。我嘛唔惊伊安那啊，但是我写遐济文章啊吼，伊嘛是唔敢搞安那哈。啊，好，今麦这个地图我要给大家看，就是讲这个军事演习包括的范围偌阔，而且伊足足有一礼拜时间拢在演习的。它包括的范围就是日本海跟 Okinawa 啊，这嘛 East China Sea 就是东海啊，啊这嘛就这看到什么，这是 Okinawa 琉球群岛啊，这咱台湾在这啊，啊再来它嘛又包括到菲律宾海啊，你再看这个军事演习有必要说为了钓鱼台这个小小的岛动用一礼拜的军事演习吗？哦，大家去想看卖嘞就知。当然，伊这个代号是 King Sword， 当然这个意思就是讲真来剑哈、哦。所以这个军事演习就是这个美国，这个中国跟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哈、哦，这个显示美国的威力，讲哈，恁个得要一搭一唱看看哈、哦，我们就采取这个行动给你看啊。哦当年呢，我有漏了一个人，就是民进党的蔡英文呢，在这个 King Sword 2010的演习的进程呢，他有去日本访问的时候，日本的记者也有跟他问起这个钓鱼台的问题。但是蔡英文呢，他也是跟日本的媒体说，他也认为说钓鱼台是中华民国的、哦、所以说美国也据我了解啊，美国人呢，伊做代志呢，因袂像讲大家拢，因拢像迄中国人用一支嘴，伊拢用行动做大家看。所以呢，伊即马做这个 King Sword 2010的演习呢，已经真清楚啊。我相信在场的大家呢，应该拢有迄个智慧去思考是安怎，是啥物原因，吼、哦。实际上呢，美国在这个西太平洋做的军事演习哈，当年一年到一年四季都拢在演习就对啦。但是我今日提这个重点解释给大家知哈。好，再来，与那国岛跟咱台湾的距离哦，阿你就看得知啊，这距离的110公里哦，这个时阵呢。与那国岛目前呢，有美军跟日本的自卫队已经有驻防进去了。你看，啊，这就是迄个宜兰那边的海军基地，啊，这边就是空军基地加山哈、哦。林志森秘书长已经嘛有甲大家讲过啊，美军已经嘛有进驻这个加山空军基地啊，哈、哦。下一张、哦、大家有要做笔录吗？可以的、哦、好，再来下一张，你再看，这个可能是去年的消息、哦、日本已经发布公开讲过了，说因以后日本的这个防空的识别区向西移扩大，本来就是你看这个蓝色的部分就是流亡政府因的范围，但是日本呢，因这样发布讲，因要阁往这边靠西过来，就表示讲扩大伊的迄个防空识别区。伊的意思就是讲，万一这个部分的空中呢，
临空上面呐有啥物问题，也是讲发现讲有危险的代志发生啦，因的日本这边的自卫队都会出面，会帮助咱台湾哈。啊，这个伊那国岛嘛，伫附近呀，大家嘛有看到哈？哈，你看，哈，足近足近嘞。这张图呢，这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媒体家己伫网络上发布的图片哈，这不是我家己做的哈。但是迄阵，这个消息公布出来了后呢，流亡政府也不敢吭声，因为因根本就是无资格。像迄个马英九流亡的分子呢，和美国的媒体采访的时阵，伊有讲，伊讲假如呢，美国台湾若发生战争，还是安怎，伊袂要求美国来帮忙小打战哈。实在上呢，伊根本就无资格讲这句话。美国要安怎做，他没有插话的余地了哈。好，再来我给大家看，就是 Okinawa， 这就是日本的 Okinawa， 就是琉球群岛。阿兰台湾啊，啊，这个 Katena Air Base 就是加索纳空军基地，美国的加索纳空军基地。你看，伊跟咱台湾偌近啊，啊，大家嘛看会出来。啊，啊，佫有一个消息，就是讲，即阵目前呢，美国的 F-22 已经有15架进入这个 Katena Air Base。这个消息呢，你若有去 YouTube 看哈、啊，日本伊家己的媒体嘛有报道出来。一架一架在下降的状况，那画面弄翕出来哈、哦。好，这张呢就是 F-22 的照片，有的空中在飞，有的是在路上停着的时阵哈、哦。啊，这张呢就是在空中加油的画面哈、哦。所以你可快看出来讲，看美国的因的空军还是因的军事的科技呢？实在是已经真进步，流亡政府的空军即马敢目前敢做会到 ？Impossible， 不可能啦、啊、哈。好，再来这份呢，这份这就是上新，可能是应该是这个月月初还是顶个月报道哈，就是讲美国的国防部讲，伫每年年底啊下半年的时阵呢。因伫 Okinawa 就会进入这种新型的飞机，伊这种的飞机呢，会当直接上升、直接下降，甲直升机做同款。但是伊的运量呢，比一般的直升机较大，哈、啊，即个讲以后将来就是要取代即个这种较古型的直升机啊。明年哈，咱都应该看得到，即个飞机一定会出现伫 Okinawa 哈、啊。这个相片呢，我是伫 US Navy 掠来，啊、哦，伊这两边拢有迄个旋，迄、那个倾斜，迄、那个旋翼，旋翼啊、哦，这可能咱平常较无去看到的哈、哦。好，过来，我就是要介绍全球之音无人飞机，甲 B2 伫关岛，个空中雷射武器。介绍重点就好了哈。好，全球之音，全球之音无人飞机伊造型就是这个型。伊目前呢已经伫关岛是有三架哈。伊所谓无人飞机，就是讲伊完全电脑化，无人入去使。你看伫头前拢无窗啊，拢当然拢是用电脑啊，甲迄个遥控。这嘛是爱透过雷达、甲卫星哈来传达命令、甲执行任务哈。当然，美国伊咧设计这种飞机有一个好处，就是讲可以降低军事人员万一闹事故的时阵呢，迄个降低死伤的迄个数字，因就是要保护因家己美国的军人。所以讲，你看出来讲一个真进步的国家呢，因在战争的时阵呢，因未讲。拢无重视军人的性命，因会尽量想办法讲来安怎保护咱家己的军人。去战争的时阵呢，未牺牲家己的性命，这嘛是讲起来就是一个真有人道哈，很注重人权的一个国家哈。从这点嘛看得出来，
因为头拄啊蔡明华驻美代表伊出来讲诶吼，你嘛看会出来讲，伫伊伫美国诶生活诶种种细节呢，就看会出来讲美国政府因诶社会上对大家生活诶迄个关心甲注意，即已经是普遍化诶一个教育。大家自细汉呢，就开始培养这种思想，所以讲是安那人诶国家会变强，这是有原因诶吼。好，这嘛是美国的无人飞机的一种，这跟头拄的迄个无人飞机，迄、那个全球之音佫无共，无啥共款的造型吼。但是这种的无人飞机呢，已经有真正去实行伊的攻击任务啊哈。好，来，我介绍下大家看哈，这嘛这就是无人飞机。你看英文一些下一些意思就是说遥控的，用遥控的控制呢去进行这个攻击的这个任务的飞行器啊。好，这啊你看这下加加，这就是说应该是去年底款话是前年，这是媒体冇报出来，伊就是驻防伫巴基斯坦甲阿富汗边界的无人飞机。伊有去执行一个任务，就是去轰炸迄个恐怖组织的基地，而且呢，佫有成功吼，有甲伊炸掉，有可能有一挂恐怖分子被杀掉了吼。好，哎，但是你这个无人飞机要哪去实行这个攻击的任务，去轰炸敌方的基地的过程吼，伊有分三个重点吼。好，大家这样看我这有一个箭头。红色的这个箭头第一点，好，这是文字，大家拢有看到哈、哦。就是讲，这个无人飞机要去执行轰炸任务的时阵呢，就是由地面上这边的基地家发出这个指挥命令哈、哦。然后伊发出这飞机伫面顶在飞，伊变奈怎伊安那发挥这个发出这个指挥命令去执行这个攻击的任务呢？好、哦，你看。伊只有下哈，伊只导马卫星，伊就透过雷达，然后再传送到空中的卫星，然后再怎么样？从卫星呢，佮传达到这个无人飞机，伊的整个电脑设备，然后来佮看一下。好、哦，下第一张这个说明应该看有了吧？哈、哦，看有哈、哦，大家有了解啊？哈、哦，好，佮来看第二张。第二张大家有看到这个箭号、哦、就是在第二个过程的箭号，就是说卫星接收到指挥命令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命令呢传达给、哦、无人飞机、哦、他跟我说的这个由卫星家传讯号，这个无人飞机，飞机先听到就说、哦、看是东方啊、南方啊、西方还是北方某某地方呢，它就会开始你看过它的翅膀家发射飞弹去攻击敌人的目标，这个是不是属于一个真尖端科技的战争的方法？未造成今日讲万一来飞机飞去天顶去给对方的飞弹，还是讲因的战斗机啊、哦、围攻，还是被阻扰啊、哦，这都唔免烦恼就对了哈。哦，再来看下一张，我这个文字说明键哈，就是第三点哈，就是说无人飞机收到命令以后呢，伊就执行锁定对方的目标，然后就开始执行任务，就是开始轰炸攻击对方的对哈。好，这张相片呢，我嘛是伫 US Navy 的网站下载的。那是会晓上网的人，其实恁家己买当去哩找哈、哦。我找是 US Navy 的官方网站，当然伊只相片冇可能出现伫 Google， 只要恁来去 Google 要搜寻按图片，然后打上这个 B2 这个代号关键字的话，也许也可以看得到 B2 伊相片真济哈。哦，这是伊停伫地面上的画面啦，哈，啊，这拢是伊美军的因伫个现场的迄个相片，哈。好，来，咱看第二个刷落去，这只，
就是 V2 在空中在飞的形，这个形看起来是不是真看起来很神秘的感觉？它的英文的名字叫 Spirit 就是幽灵式的、哦、幽灵、哦、而且它 这种飞机的设备是隐形的，就是说它在空中在飞的时候，飞入去敌人的空中的领空的时候，它的雷达也无法度侦测到它的踪迹踪影，所以说它可以来无影去无踪，对方根本就无法度抓到它的定点在哪里，所以呢无法度对它采取什么攻击的行动就对了。像这个 V2 这个照片呢，你去 Google 帮忙找到。好，再来我要介绍的这个就是，你看这架飞机真特殊，你看头前它的那个鼻子的所在弄一个这个东西，是不是大家真感觉真奇怪、哦、你看爱这么写得很清楚， US Air Force 就是美国的空军，你看它的 logo 也很清楚，这就是美国的空军的飞机、哦、这架就是属于空中雷射的飞机，它在执行的任务就是进行空中雷射摧毁对方的飞弹的任务、哦、下面我还会秀出一些画面让你们看到，知道说它在空中怎么摧毁敌人的飞弹。当中年呢，像这点你也想得出来说，万一有一天中国那边它如果真正发射飞弹的时候呢，美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大家应该都想得知道、哦，好，再来这只就是头拄啊迄只哈，这是伊伫空中迄个执行迄个演习任务了后呢，回来伊个空军基地被伫跑道降落的画面哈。这只，这就是头拄啊我甲恁讲迄只，伊上近的近照系写真，你看看起来蛮可爱的哈，头前的平样原来就是安尼圆圆。还有这个彩色的哈，这都是实物的，真正有生产，正式生产的，不是所谓的纸上谈兵而已，不是说 用纸上谈兵在说没有真正的行动，这都是真正有行动，已经有在做事情的哈。好，再来看下一张画面，这是模拟图哈，就是说它在空中怎么执行这个摧毁地方的那个飞弹的画面，像说在敌人，就是说这是中共那边的，他们某某所在过他们的基地那发出来的指引的飞弹、哦、这架飞机呢，它有发现的时候呢，它马上就可以发射这个雷射光把这个飞弹摧毁，让它无法度呢飞向它那个攻击目标。你看除了说在这个过地面发出来的飞弹以外呢，像说这然后中国它在海底、哦、有假如说在潜水艇啊还是那个军舰它发出来的飞弹呢，这个雷射的飞机呢也是可以呢利用这个雷射光把它摧毁的，对吧？这张呢，这张就是这只就是头拄我咱看到迄只美国的雷射光的飞机，它、啊、这个点呢就是飞弹被美国这个雷射光击中的那个画面、哦、其实这个画面本来是一个 video 是动态的、啊、因为呢我要做成 PowerPoint 的简报给大家看，我用电脑摄影的方式给它拍出来、哦、再拿出来大家看，大家看得出来这就是 military.com， 这就是跟军事有关的一个网站的 video、哦，好、哦，这就是你看得出来。现在你看这个光线，是不是变较细点去啊？是不是变较细点？这就是表示讲对方的迄个飞弹呢，已经被摧毁啊，已经在慢慢的消失去啊。但这就变作垃圾会掉到地上来了哈、哦。好，来我介绍这个美军在西太平洋的部署哈。哦，好，这张画面呢，
美军在西太平洋的行动，我过这点先介绍，就是讲，这个地图大家看到知，这是日本，啊，这是台湾，哦，啊，这个军港呢，就是横须贺，就是尤克苏加，就是美国 George Washington 华盛顿那个航空母舰所驻扎的军港。这个 George Washington 呢，伊驻将伫美国的加州圣地亚哥。出发了后呢，就进驻这个日本的横须贺的军港，就拢无够离开，因为这个日本这个横须贺港就已经变成算伫美国伫西太平洋的母港了。所以讲 George Washington 呢，伊若出来执行第七舰队任务，还是任何的军事演习呢，若结束的时阵，伊就会回去这个尤克苏卡这个军港吼，进行吼和伊的官兵休息度假。问，哥哥问，好拍摄，我一更较紧嘞吼。好，再来，恁来看会使只，这尤克苏卡，啊，就是萨塞博，萨塞博的中文的意思就是佐世保，这嘛是美军的空海军基地。啊，再来，只有美国的国旗这呢，我写只下卡只意思就是讲，这拢是美军的海迄个两栖陆战队有伫只的军事演习。个驻防行动的地点，所以你看得出来讲，美军啊，过日本开始来到台湾这个附近呢，是不是拢有部署这个美军的迄个军事的力量伫内底？安尼就看得出来讲，美军不时呢，就是拢伫咱台湾的附近在行动。而且你讲这个两栖哦，两栖就是讲，伊会当准备做登陆抢滩作战的诶部署的军队哦，所以讲，马里兰台湾啊有啥物代志呢，因就会当马上抢登台湾诶海滩，也还用海岸哈，因就会当登陆进行登陆的动作哈、哦。后来这张就是搁较往下面，就是搁往南方搁看落来哈。哦好，你看，这嘛拢美军在军事演习内呢，海诶两栖陆战队军事的地点，即关岛哈，嘛、哦、有，而、啊、且就是南海 （South China Sea） 南海，所以你都看会出来讲，遮，美军伫咱台湾的附近，会使做天罗地网、铜墙铁壁，伫保护咱台湾，所以咱台湾实在是。真正是真安全，所以大家唔免烦恼讲，因中国有几千粒的飞弹。假如讲，假使因啊敢讲对咱台湾做攻击的行动呢，伊这个行动就是等于讲对美国甲日本宣战。这个时阵呢，日本甲美国就会当介入，啊，会当保护咱台湾。啊，这个画面。是伫咱台湾的哈，这个这就是一个雷达站，伊就是伫新竹乐山基地，伊的高度呢有2620公尺的高度，是全台湾上高的雷达站。伊这个雷达站伊的功能当然是多方面呢，伊会当侦测到讲远方有啥物动静无，还是讲飞弹的动静无。反正若有军事方面的呢，伊就会当侦测到，伊就会当马上发布命令，叫美国这边呢看有啥物啊海军啊空军啊哈、啊，就会当采取行动，赶快进行防卫动作。再来，我今日时间无够吼，我就是较紧的吼。好，即卖这个面顶这就是我头都有讲过啊，卖阁讲啊。这点你看这，我甲号做先礼后兵。这个照片呢，现在面表情大家拢看到啊，哈，拢看到啊，哈。好，这就是迄当初这个2007年的时阵吼，美国甲做出以主导的迄个环太平洋的军事演习的时阵，所有的军舰吼，潜水艇去伫迄个。夏威夷珍珠港基地集合的时阵呢，因就去请这个中国的军官来参观因这个潜水艇内底迄个内部的设备，
啊，当然，伊即摆伊看到的，应该是我咧想讲，一定是看到讲美国互伊看讲，假如若发生战争的时阵呢，阮美国会采取啥物行动，甲对方摧毁。你看伊，你看这个中国人的面是毋是像苦瓜脸？哈、啊，安尼用要哭出来，迄、那个面看真可怜哈。啊，你看啊，看起来后边这个美国的士兵哈、啊，你看安尼看起来真同情的型哦，迄、那个眼神啊哈。好，啊，你搁看美国这个军官的眼神，看这个，伊把手在看这个军官，意思讲，什么意思？真清晰个吧？眼神好像就是可以讲话了哈，啊。Wait and see what will happen. 你瞧，等着瞧吧。哈、啊，意思就是安尼啦。哈、啊，好，再来。这个画面就是去年哈、啊，去年也是由美军主领的迄个环太平洋的演习。这个环太平洋的演习，它每两当都会举行一次。今年的顶转是十个国家参加。即阵呢，拢总有14个国家参加。你看这14个的国旗，就知影讲有哪些国家参加这个环太平洋的军事演习哈。而且呢，这个军事演习的假想敌就是中国。我有做一篇迄个 video， 就是把这个环太平洋的军事演习做出 part one、part two、part three 的军事演习的 video 哈。在这个 part three 的上后边的画面，就是有这个假想敌的军舰被打沉的时阵的画面。被打沉就是讲过于倾斜，然后沉落去，沉到海底剩一点点啊尾巴造出来迄个画面哈。这个 video 哈，杨富平先生应该有放过哈。大家这可能头前的人应该有看过才对吧哈。如果大家如果要再看哈，会当去 TCG 的网站哈，那官网的迄个影片去看哈，下来都拢看会到。啊，这条就是迄个 George Washington 的航空母舰的画面。啊，这个画面呢，就是伫这个 George Washington 的甲板上的迄个炸弹哈，因伫啊用迄个直升机呢。降落来，到甲板上扛，当然因得爱搁扛住这个航空母舰的下面那个底舱的部分，专门咧扛炸弹的所在哈。好，再来看这张画面哈，这个密密麻麻的字，我得为了要省时间，我得卖搁讲哈。看这个相片，大家看这个相片就知影讲，这是属于啥？潜水艇内底 control room， 就是伊的控制室哈。你会记得无？去年呢，年初时阵，马英九流亡分子，伊有讲什么要去邦交国访问的时阵呢？伊人无伫台湾。啊，迄个时阵呢，台湾的军方呢，讲发现讲台湾海峡有发现什么中共的潜水艇的反应迹象，大家拢足紧张的讲，哎呀，台湾会出代志啊，吼！但是讲变作八卦消息。变成讲，哎，迄毋是军，迄毋是潜水艇，迄可能就是沉积，汇船的沉积，沉伫海底的影像，吼、哦，啊，无就讲，可能是海豚，吼、哦，讲到安尼，大家说拢莫名其妙，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事实上呢，就是美国的潜水艇啦，吼、哦，但是呢，可见快在讲中国流亡政府因的军方。是废弃物一堆，连美国的潜水艇他们还都搞不清楚哈。你看这个日期，我冇下载真清楚嘛。马英九迄阵去什么邦交国的时阵是1月27日迄个时阵发布这个消息，但是这个美国的这个潜水艇呢，我伫美国海军基地摕相片时阵，就是1月29日的时阵，差不多两天俩哈。即我马上一篇文章出来哈，我甲马英九哈挖苦甲真有够哈，我相信伊应该冇看到哈。好，再来我就甲您介绍 F-35 哈，因为林志升秘书长伊的演讲我拢有在看哈，伊时常拢会提起 F-35 这架飞机的造型，因为伊在交谈迄个中国的航空母舰，就私人号哈。哦，伊讲伊呢，
因为航空母舰的迄个甲板的跑道啊，无够好予飞机起降吼，若无小心就落落海底吼。所以呢，林志升就伊会提起阿潘生，我拢平常我是拢叫伊 Roger， 也英文名字啦吼，我拢叫惯性吼。我来讲 Roger 是指着林志升秘书长啦吼。这个 F-35 吼，好你看，这美国呢，因的军方已经正式的公开亮相。现在你看下面的人都视线，就是表示说这架 F-35 在空中在飞的时候的画面哈。那个是它的公开亮相，就是表示说它的测试呢已经有过关了，没有问题的了哈。好，再来，这是静态哈，我现在给您看动态的这个 F-35 的起降的画面。王先生 OK 了吗？可以 play 了哈 ，video 没问题啊。好，再来啊，大家看这动态迄个 F-35 的动作哈。到了哈，好，那有出国过的人，有坐过民航客机的人拢了解。咱若坐飞机要起飞之前，一定是毋是拢先滑一段时间才飞起來？啊，若到了到位要降落的时阵，一定嘛是拢伫跑道滑行一段时间才会停落。但是这种的都唔免啦哈，这就是真适合用伫航空母舰的战机哈。伊个 F， 所谓的 F 的代号就是代表是战斗机的意思哈。好。再来上尾啊，一点就是讲 Facebook 的社群。我伫这个 Facebook 呢有三个社群，第一个就是台湾民政府 TCG 的社群。这个社群呢，你若是伫 Facebook 有账号呢，拢会当加入这个社群。内底拢有咱的平民政府，这个民政府的公告，还是啥物文章，像讲这个 Radio 写的文章，我嘛会甲做打到遮。好、哦，啊，大家会当加入来参考，大家会当来互相讨论、交流意见，哈、哦，大家会当底下留言，哈、哦，看是讲要安怎讨论。但是因为这是算咱官方的一个社群呢，我是真严格过滤的哈，但是来大家被善意的、友谊的讨论，没问题，我会接受。但是咱这边呢，来在踢馆呢，来找麻烦、来找啥的话，我就无客气会来踢出去哈。因为咱无需要浪费时间，甲迄种人呢，都要打口水战。咱做咱爱做的工作较要紧啦，哈。好，再来看第二点，就是 USA Go Go Go， 就是美国加油加油加油。这个社群的重点呢，我拢是打这个美军哈，伊的演习的消息，还是讲照片画面哈。还是迄个 video 呢有关系，我就拢会放伫这个社群内底。恁若讲要看甲美军有关系的消息呢，都得使到这个 Facebook 的社群去看哈、哦。当然，恁看了有啥物意见，买当底下留言哈、哦。再来，佮另外一个社群就是 Japan Number One， 就是讲日本第一，咱的母国哈、哦、是 Number One 的一棒的哈。哦我要打的消息呢，拢是跟咱的日本有关系的消息，也是相片。像年初迄阵，日本发生大地震、海啸，真严重的画面，也是讲美国的迄个海军呢，安怎去甲因帮忙呢？画面我拢有打伫遮，大家若是要去看，嘛会当入去看哈，也是讲看有啥物意见，嘛当提出来，大家打到遐，大家会当互相的讨论哈。时间差不多哈。啊，拍摄拍摄，给大家。
啊，你意思是讲你要遮个资料吓？啊，你的啊，你的 email 是毋是当留互阮？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讲我这 PowerPoint 吼，伊是一个真大的容量，大概十个 MB 的重量，所以讲伊若要用 email 寄吼，寄有阵时会寄袂出去。无恁，我就爱用别个方法，就是讲吼，把这画面用普通的图档分做两摆，还是三摆寄互恁，啊恁家己再过去看是要安怎组合，安尼嘛是会使。哦，啊，当然，恁有兴趣要看，但是，现在大家看啊，这边负责镜头这位王先生有没有办法输入给他，可以吗？啊，无麻烦你的提，你提随身提到阮这个主，这个长进的王先生参详，看会使无？哈，好，好，真欢喜。因为今天是过去，大家可能都唔捌看过这画面，拢无啥物了解吼。啊，今日我相信恁看过了哟。然后呢，你用恁的智慧去思考，恁就会知影讲，这台湾是毋是真正真安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空军甲陆战队就已经进驻台湾，真正咧保护台湾的是美国，吼。到目前为止嘛，是像我互恁即马上新的消息甲画面。已经证实讲，美国真正是在给咱保护，所以讲，流亡政府的媒体安怎讲，咱拢该丢一边，不要理他。哦，好，我今日讲到这，真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起立，立正，行嘞，吃饭。我看大家听甲拢微微的，所以这是超过十二分钟。嘿嘿嘿嘿，真特别，哈哈哈哈，真好，真好。